很多姐妹都在问我，平时都是用什么支架在拍视频。我用的是这款七彩蜗牛的全能支架，实心碳素钢加铝合金的，底盘啊真的是很稳的，加长臂五轴联动，拍摄角度轻松拿捏，一秒调高低，简单上手。像平时我直播拍视频追剧，孩子上网课都是用的这个支架，有了它呀，你就不用担心孩子玩手机的时候离这个眼睛太近了。这款支架必入啊，姐妹们。